在座的各位朋友、各位来宾，下面让我们请新郎新娘共饮一杯交杯酒，好不好？此刻一杯交杯酒，今生两情到白头。怎么样？离学校很近，环境也很好。是啊，我找了好多家呢。你刚赚了钱就不愿意住学校了？我被欠人阻挡。行吧，这儿就交给我了，回去接女朋友要紧。在一起谈了四年恋爱，但实际上在一起的时间可能也就只有一年，我真的不能再辜负他了。下面请咱们夫妻双方互赠婚戒。三个月以后就圣诞节，我一定会带你去金门大桥，带你踏遍斯坦福的每一个角落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做到。父亲还有媳妇儿就托给你照顾了，我心里真的挺不好受的，谢谢你兄弟。对不起先生，没看到你吧先生。Daddy, eat more. And we are kitties. Monster! 袁坤，你怎么了？我爸心梗，现在昏迷在医院，生死未卜。我得马上赶回去，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？我得买机票。我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我连机票钱都凑不够。你先别急，等我一下。李雨姐，先别说这个了，我开支票给你。袁叔叔，你醒了。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上课了？我没事，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？哎，这位是……啊，叔叔，我是赵达春，坤儿的大学同学。哦，啊，记得记得，谢谢你了。心柔，嗯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说，晚几个月去美国行吗？是这样的，我那边出了点事儿，你可能暂时先不能过去了。为什么？
我的导师出了车祸，这事儿我在电话里已经跟你说过了，可是我没敢告诉你，我的奖学金也没了。那我先过去再说。倩茹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到了美国以后，你住哪儿啊？哎，艾珊，我表姐艾珊会帮我的。她也是边当保姆边读书，住在雇主家里。那怎么办啊？我无论如何都去不了了。你干嘛？那你让我怎么想啊？这么大的事儿都几个月了，你干嘛现在才跟我说？你之前为什么不说啊？你干嘛去？去学校拿回辞职信。爸，我爸呢？你爸？袁清哲。袁清哲，他出院了。哦。哦，坤儿回来了。我出来正好达川来看我，我就搭他的顺风车回来了。您这算怎么回事？我能出什么事儿？哦，我来啊，主要是给袁叔叔送这个。医生说您得控制血压。坤儿也是担心你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你们父子俩好好聊聊。那我也先走了，袁叔叔，我明天中午来看您。这些天，这是你照顾我了。耽误你不少事儿吧，明天就去订票，把他也带走。我不去美国了，签证出了点问题，正好还可以再陪您一些日子。袁叔叔，那我先走了，他们等着我呢。俺走了。走了，袁叔叔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把公积金取出来了，还问王林借了点。你先交学费。那你的工作呢？还在交社呢，应该没问题。毕竟还没正式办下来。倩蓉，半年以后，不，三个月，三个月以后就圣诞节，我一定会带你去金门大桥。带你去渔人码头，带你踏遍斯坦福的每一个角落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做到。今年的圣诞我们在美国，好吗？你先照顾好自己，好好念书。一路上也没看你说话，你爸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你跟倩蓉说清楚了吗？嗯。怎么了？她不理解吗？就是她太理解了。她帮我凑足了学费，还帮我照顾着我爸。安山，你说哪有这么好的女人啊？你要好好珍惜她。你要赔死我呀！老板，不是，这两天连续加班实在太累，可能数的时候眼睛花了。怪我，是不是？好，明天来结账，走人吧，啊！老板，是招人吗？招，招人。哎呀，看着斯斯文文的，行吗？没问题，我身体棒得很。一小时六块，明天上班。刘倩蓉吧，我们是你爸的债主。你爸爸借我们的钱跑了，负债你还。他欠你多少钱？不懂。十万。不可能。拿来。哎，这个不能。USA， 这是要去美国呀？
啊。三天。写论文呢？啊，没有，我想算一算出货的时间和比例，以后等货来了，就知道放在仓库的哪边最方便了。我要是有你那脑筋，英语再说得好点，我早就去做大生意了。没本钱做什么生意啊？借鸡生蛋你不懂啊？还大博士？哎，这样呢？瞧。呦呦呦，你个小怨妇，我走了，你不正好可以和小袁打私密电话呀？王林，王林，哎，哎，对不起，那个刘倩蓉是在这儿住吗？下一站到哪儿呀？我就下一站下。华蓉，师傅，那一会儿中间能不能停一下呀？我提前一下行吗？这一拐弯就上高速了，没法停。不查一下，牡丹园新康街甲一号407董志家的电话号码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们无法为您查询。那你们能查什么？我们可以查询注册公司、机构和社团的电话。那你们这在什么找的呀？抱歉，喂，我想问一下，那能不能查到科威公司的电话号码？好，您稍等。喂。盯着他们，今天晚上必须把所有报告全部赶出来，把明天会都推迟。等我电话。那可是……啊，我说的慢。Thank you.
怀春。蔡荣。我以为你找不到我呢。傻孩子。快披上衣服。去车上。宽。艾山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我送小迪去幼儿园，顺路过来看看你，还以为你不会这么早在这儿呢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带了吃的，一盒早饭，一盒中饭。哇，这么周到。没事儿，都湿了。哎呀，我再给你抱一抱啊。这都是些什么人啊？怎么在学校还敢这么乱来？就是俩臭流氓，他们把我的护照都抢了，就在宿舍门口。太不像话了，往里边点。哎，那人长什么样啊？穿黑皮夹克，一个长脸，一个方脸。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？十万块，我能怎么打算呀？哎，要不跟学校说说，不让他们进去。这么一说，我更只有失业的份了。什么？辞职信还没要回来？管人事的有个侄女，一直就想顶我的位子。哎，你们学校管人事那人？是不是姓宋啊？不是啊，姓杨。嗯，真好吃。你们姐妹俩手艺怎么都那么好，祖传的。哎，哎，大博士，这6小时可不包括早餐跟恋爱时间啊。董老板，我不跟你说好了吗？我今天8点钟开工。我给你做够6个小时，好吧？抓紧啊！这回要是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倩蓉，你能相信我，我就很知足了。不早了，你明天还得上班吧？我睡沙发。我跟袁坤也是哥们儿，不会再犯糊涂的。不说实话，我可没死心啊。袁坤是块读书的料，有才华。他的科研之路还长着呢，需要一个能辅佐照顾、等待他的人。可我觉得，你更需要照顾。我想照顾你。别说了，倩蓉，如果这次还去不了美国，你还跟他耗吗？大川，谢谢你今天帮我，我真的很感激你。袁坤已经在拼命的赚钱了。我们说好的，圣诞节我会去美国过。我想过了，我觉得你光靠卖梳子和牙签这些小商品在美国只有价格优势，商品本身并没有什么吸引力。而且董老板，您的门市在这儿没有什么优势，并不好做。但是你在国内的进货渠道和运输方面都很有经验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分销，我们可以联系当地的华商会，让他们做总批发。这只是我初步的想法，这个是我做的市场可行性分析。如果我们合作的话，我还会在企业文化和营销理念上再做研究，把它做强做大。我只知道挣钱，这些看不懂也听不懂。您什么都不用懂，
你只需要进货，然后就坐着等着收账就可以了。我会做市场调研，到时候我会列出一份单子，您回国以后按照单子上进货，只要我们合作，就一定能赚钱。大博士，做生意不能光凭脑子快，那是不行的。我同意跟你合股，一人投一半，三七开，你三，我七 ，No problem。你可不要说我心黑哦。这国内的渠道和人脉，还有在这儿的库房，可都是我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您只要愿意把资金借给我，我就已经非常感激了。你的钱你自己想办法去借，我的钱不借。那得多少钱？5万 US dollar。 你疯了吧，袁坤，这回我可真帮不了你了。嗨，我哪还好意思再向你借钱啊。袁坤，你好好读书，这一步不能错，倩蓉早晚会过来的，她肯定会理解你的。我们在一起谈了4年恋爱，但实际上在一起的时间可能也就只有1年。我真的不能再辜负她了。5万美元。嗯，好，那你用什么做抵押？为什么？刘倩蓉不是我表妹吗？给她开吧。这小美女，这换了造型，这还走后门，我说这一天怎么找不着你了啊？我没钱，有本事你们把我杀了吧！别吵吵啊！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啊！算是你是一个有信用的人。上哪认识几个人了不起？先生，你真的太伟大了。哎，李大哥他们真的是好人，大好人。他们真的什么抵押都不要吗？这毕竟是$50,000 啊。到时候你就好好谢谢他们吧。好了，客气完了，该付账了。倩蓉，我说你赶紧收起来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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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Get up. I forgot. He left. He left? Do you know where he went? He said he was gonna go to a party. He was getting ready to go to a party or something. He said he was gonna go to a party. He was getting ready to go to a party or something. 喝点，来，多喝，多喝啊！来，那边，啊！
店啊？周老板，多谢您。倩蓉，半年以后，不，三个月，三个月以后就圣诞节，我一定会带你去金门大桥，带你去渔人码头，带你踏遍斯坦福的每一个角落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做到。今年的圣诞，我们在美国。稍微聊上两句就下来，在楼下等你。嗯，走。伯父，倩蓉来了，买点营养品，想着跟倩蓉一块来看看您。哦，啊，也是说我也好久没来看您了。上楼去，我扔下垃圾。嗯。袁坤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，我现在的身体这么硬朗，都得感谢你啊。哎，倩蓉，你的签证办的怎么样？正在办，嗯，有点困难。哦。好，袁叔叔，本来想把东西给您拎过来就走，单位还有事儿呢。倩蓉，你怎么着？是回学校还是跟袁叔再聊会儿？大川，哎，你带他到医院，别食物中毒了。哎，怀孕了，孩子有点小，得加强营养。哪个？哪个是？这不这个吗？现在就是一水囊，现在还看不出什么来。我可得好好养着你，我要当爸爸了。怎么样？嗯，离学校很近，环境也很好。是啊，我找了好多家呢。你刚赚了钱就不愿意住学校了？我给倩蓉租的。我一定是这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这么没有名分的跟着我了。咱们下个礼拜就结婚，好不好？太快了吧！担心袁坤呢？嗯，总是要解决的嘛。你
你说还是我说？我说吧。Hello。Hello。喂。倩蓉。倩蓉，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。太好了，你原谅我了是吗？住在那儿了，我真的好担心你呀。我听我爸说你身体不舒服，我以为你住院了。或者你是故意这么说，想躲着我了？说呀，倩蓉。我总觉得之间一定有一种感应，我好想你。王林还跟你说什么了？你不会是真的在医院吧？你身体怎么样？啊，我挺好的。你就知道，王林肯定是在骗我。袁坤，我打电话是有件事要跟你说。我也想跟你说件事。那你先说。我要给你一个惊喜，我现在不能说。那我说了啊。好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你说什么都行。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啊？倩蓉，在之前的一个月，我真的很害怕会失去你。我没有底气去求你原谅我。我只能不停的工作，才能控制自己不去发疯。有的时候我分不清到底什么是真的。我只能不停地催眠，让我自己感觉我们处在同一处风景，在同一片蓝天下呼吸，那样我才不会崩溃。可是现在我可以实实在在真的感受到你了。那你好好照顾自己。倩蓉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我知道我欠你的太多。只要你不生气，你说什么我都可以接受。到了，袁坤，我是达川。达川，达川，你这么晚了，怎么还跟倩蓉在一块儿啊？我们在一起。大川，他是不是在骗我？他现在是不是在医院？你是不是在陪他呀？啊？怎么了？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他是不是急性肠胃炎又犯了？袁坤，倩蓉那不是肠胃炎，你听我说，他没有肠胃炎那么严重，就是有点不舒服，明天就好。吓我一跳。没事就好。倩蓉，你让达川接下电话。干什么？我要跟他说两句话。喂，达川。我不在北京，我父亲还有媳妇儿就托给你照顾了。我心里真的挺不好受的，我欠你的情太多了。好，没关系。谢谢你，兄弟。
你刚才要是不拦我，我就说完了。一下子告诉她怀孕的事儿，对她打击太大了吧？可这是事实啊！袁坤性子急，万一不读书了跑回来怎么办啊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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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我失言，好不好？饶我一次，啊？那现在怎么办？矮山不是在那边吗？你的意思是？那我给矮山写封信吧。也许这样让他知道，心里会好受些。抓得紧了啊！黑狐狸，大博士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在北京待个三五天吧，陪陪我爸，然后再带倩蓉回来。行吧，这儿就交给我了，回去接女朋友要紧。嗯。Emma， 上次你说你喜欢简奥斯汀，我正好看见有一 Emma， 这是你的英文名。我猜你应该会喜欢。嗯，去。Hello. Good afternoon. Express delivery for Mr. Lee. Yes. Thank you. Please sign your name here. Okay.先把饭吃完。袁坤，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，我就不送你了。嗯，等倩蓉来了，我们再一起聚吧。你一路平安。嗯，好好休息。Thank you.
不管发生什么，以后再说。现在跟我走，走。坤，你别这样，求求你别这样好吗？坤，有什么话咱回去说，行吗？你先从这儿。坤，你干什么你？啊，你给我打人！没事，你干什么你？ 回到远方，太平洋的月亮是漫步太空的光。谁在向往？回忆里的余温却让指尖更凉。我已环游世界，为什么还在渴望？忘不了的梦，召唤我返航。 多想和你一起去闯，忘了那曲折的旧伤，红尘交错，听听我的心，生命的纪念，泪水没法衡量，多辛苦也要放。